来没有人啊，直到那个前半段这里，他一上台之后马上排到后头门口去啊。真的，而因为呢，他萧敬腾前阵子在忙着英文专辑嘛，对，然后现在他忙着在当空中飞人，因为他展开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，飞来飞去，所以那个这里家庭日真的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你，我才是荣幸，真的，因为下一站就要咻飞到马来西亚了，对不对？对对 对，哇，好厉害哦！算是台湾之光啊，对不对？展开世界巡回，你看有哪几个歌手做得到？真的耶，所以真的很棒哎，而且那个，好，太爱你们，太爱你们，但是他心中的情人不是你们，是隔壁这位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他安心雅这样说，然后恭喜你，对，那个很快啊，都是骗我们的爱啊，都骗我们的爱。没有了，没有，他都很支持，而且呢，萧敬腾难得来到台积电家庭，要不要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？台积电才有这样的福利，因为我们萧敬腾有个封号叫神话一哥，通常访问只有一个字，对不对？就顶多两个字。今天有大家好，真的，有三个字，哎，好棒哦！所以啊，他年底要发新专辑，你们一定要支持，好不好？好，要买哦。那接下来要唱的歌，该不会就是？粉丝太多，粉丝太多了，粉丝满天下。接下来带来什么好听的歌？阿飞的《小蝴蝶姐姐》。我不再撒野，我说我的笑。